哎，你这没事，弄个多事儿。对对对对，您放心啊，这个文件我两天做完了，我就给你送过去了。啊，李总，啥意思？啥叫不来我国自负？你威胁我？啊，那我就把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啊，再给你说一遍哈。是这样的，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赵玉玺结盟了？ 啊，对，我没有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啊！你们早就商量好了。你今天处处帮他说话，跟我作对。哎呦，李主任，现在村里在探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，我就不能有态度吗？太，金宝啊。 当初干你们家超市的时候，你多占了三米的宅基地，我连大声咳嗽都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怕这个土地清理的时候伤着你们家超市啊？哎，李主任，你不要拿我们家超市说事儿啊！我是占了三米宅基地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以我自己的能力，我会想办法把清理掉，我不占这里任何一分钱。不用。 我告诉你啊，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只要你今天会议上好好配合我，以后在这个土地清理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给你保留你多占的三亩宅基地。我先回去了，一会儿再会。孙书记，现在咱们村的土地都给村民们种菜呢。如果咱们要搞土地确权，还是得有相应的原。